垃圾随机团队游戏玩家为侮辱团队游戏的荣耀付出代价。如果你不遵守规则，这就是你得到的。让这成为你和你后代的教训，你会知道这种惊人的行为给你带来的痛苦。你可以称自己为幸运儿的情况将不再如此，因为你将陷入绝望。看哪，你今天没有赢，你这个业余爱好者。